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宣告耶和华作主为王。主耶和华万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当我回转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你坐着为王到永永远远，水洪水翻腾我坚定仰望你。我要看见祝福临到我的我家，
是在这个国家。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宝血的大能，宝血的大能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的肢体，在我们的身体，宝血的大能要在我们的家庭，要在我们的家族，要在我们的教会，宝血的大能也要在我们这块土地。阿们。弟兄姊妹，罪不仅仅是带来我们人心灵受到污染，我们的家庭受到破坏，罪也影响我们所居住的土地。所以宝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不但要在我们身上来工作，在我们的家庭来工作，在教会来工作，宝血也要在我们的土地，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来工作。阿们。我想我们熟悉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那里所提到的，当亚当夏娃犯罪，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看到很清楚，罪所带来的，亚当夏娃所犯的罪，不只是在他的里面生命里面有了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了影响。我们看到这里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弟兄姊妹，神本来创造没有荆棘，没有棘藜，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当亚当夏娃犯罪，神说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当我们思想到耶稣宝血的大能，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是为我们流的。但是当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当我们的罪借着耶稣的宝血得着赦免，当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我们看见神的医治也要在这个土地上面做奇妙的工作。其实假如我们在看圣经的话，我们就看到地为什么会荒凉呢？
地为什么会受咒诅呢？还是跟我们人跟我们犯罪有关系？我想我们也熟悉撒母耳记下21:1那里说，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大卫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基遍人。弟兄姊妹，罪或者我们的地为什么会荒凉，为什么会饥荒？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我们很清楚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因为流无辜人的血。所以弟兄姊妹，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会使地荒凉，会使地受到影响。而不但是这样，我们看到当我们那个拜偶像的罪或者是背约的罪，这些罪都会使地受到影响。在以赛亚书24:1看哪、啊、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为什么使地荒凉？为什么地会空虚？因为罪，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提到了流无辜人血的罪，背约的罪，拜偶像的罪，淫乱的罪，都会使我们的地荒凉，是地空虚。以赛亚24:5那里提到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利率，背了永约。怎么会我们神的百姓犯了律法，废了利率，背了永约，那个地就受到污秽，那个地就会空虚，那个地就会荒凉。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事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不只是因为我们甚至我们列祖我们有一些的血缘关系血统关系的那一些罪，以至于带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血统的里面那一些影响，我们悔改，而我们也经历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的赦免，经历他的洁净，我们也经历他的释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住在这地上，神让我们把土地给我们，把城市给我们，把国家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的原则不只是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在希伯来书9:21-22，那里提到说，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流血为我们的罪流血，耶稣流血为我们的家族所犯的罪流血，但是耶稣流血也是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地上，可能跟我们有血缘的关系，可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住在这块土地，我们住在这个城市，我们住在这个国家，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罪求主耶稣的赦免，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悔改，我们有一个认同性的悔改，
我们有一个代表性的悔改。所以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节，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经文，那里提到说，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天会闭塞不下雨，为什么地会荒凉，会不出土产，为什么？因为罪。所以不管这些罪是过去谁所犯的罪，在这里说关键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些称为神名下的子民，我们若是真正的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神就必然要从天上垂听，他要赦免他们的罪，虽然不是我们所犯的罪，他们所犯的罪，而且医治他们的地。阿们。弟兄姊妹，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罪悔改，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的罪悔改，我们也来到神面前，我们为历世历代刚刚所提到的特别那四方面的罪，就是淫乱的罪，流无辜人血的罪，拜偶像的罪，背约的罪，这些很清楚圣经说这个会带来土地的影响，空虚荒凉，我们好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来到神面前，他不仅仅是为自己的罪悔改，他为过去父家，过去他们的祖先所犯的罪悔改在神面前。我们看见尼希米也是一样，我们看见以斯拉也是一样，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认罪悔改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我们就看见神不但从天上垂听，他赦免而且医治这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当我们想到提到宝血的大能，不但我们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但我们个人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仰望主，让主在我们中间带来，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居住的土地得到医治，我们的城市得到医治，我们的国家得到医治。所以我们下面有一些的祷告，我们特别求主帮助兴起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有更多称为神名下的子民，他们在圣灵里面按着神的心意，更深的自卑，更深的祷告，寻求主的面，转离恶行，让神从天上垂听，来赦免，来医治这地，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恳求主赦免，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来，哦主，在我们面前，耶稣，谢谢，我们要转离，耶稣，赞美我们，赞美，求你来，恳求主赦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主啊，赞美你！哦，主耶稣，主耶稣，我仰望你，求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这块土地来到你面前。圣灵，求你更深的触摸你自己的百姓。主啊，这称为你名下的子民，触摸我们。主，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自卑在你面前，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主啊，你就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这块土地，更深的来触摸我们。是的，主，我们真的仰望你更深的触摸我们。主啊，在我们，主啊，自以为义的当中，在我们觉得还
OK 的状况之下，神你光照我们的心，你光照使我们愿意自卑在你的面前悔改，来寻求你的面。哦主啊，不以自己的义为义，主啊巴不得神啊你就裂天而降。哦主啊，你向我们转脸施恩，主啊你不但医治我们的心，医治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家族，而且主你医治这个地图。哦主啊，你医治这个地图，主我们仰望你。哈利路亚。我们下面特别为我们为台湾各个城市、各个乡镇、各个地区，我们的土地受到污染，我们的地层下陷，我们的到处，特别当台风季节来的时候，土石流，所有这些包括最近的地震，我们在这面前，我们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这些乡镇过去流无辜人的血的罪，拜偶像的罪，淫乱的罪，卑微的罪，来到神面前，我们有一个认同性的悔改，好不好？你现在你在哪一个城市，你在哪一个区域，或者是你特别感动哪一些地方，你特别感动，你就为那个地方在神面前有一个认同性代表性的悔改。我们同声开口祷告，就是说来到你面前仰望，求你主啊，为彰化，我为彰化，哦主啊，为南投，求主你来赦免，主啊，主啊，拜偶像的罪，求你来赦免，流无辜人的血的罪，求你来赦免，主啊，淫乱的罪，求你来赦免，哦主啊，主啊，悖约的罪，求你来赦免。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来，恳求主你来赦免，交在你的手中，你是主，你是我们独一的主，主啊，我们仰望你。是的，慈悲的阿爸父神，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们的国家得罪你，主啊，我们的百姓得罪你，主啊，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不圣洁的，主啊，那一切悖约的，主啊，那一切各样的罪，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地图，不知道如何管理我们自己，主啊，以至于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主得罪了你，主啊，因着主你是公义的神，主你就定了这世代的罪，主啊，却因着你的恩典怜悯，主啊，我们说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说你的百姓如果这样自卑，主你就必怜悯我们。主恳求你，主啊，主啊，怜悯我们，主啊，赦免我们那些得罪你的，主啊，那些干犯了主啊你的律法的，主帮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用脸光照我们。是的，主啊，求你用你的脸光照我们，主啊，光照我们，主啊，光照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得罪了你，在这块土地上面，主啊，我们犯了许多的罪，我们求你来赦免，主啊，整个台湾每一个城市，主啊，无论我们所做了，哦，主啊，许多得罪你的地方，主啊，对这块土地，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主啊，特别我们拜偶像的罪，主啊，我们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主啊，我们滥垦滥伐，我们浪费奢华的罪，主啊，我们求你来赦免我们，主啊，让整个台湾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悔改，说主啊，你拯救我们，你赦免我们，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面做一个好管家，主啊，将这个美丽的宝岛献给你，主啊，让这个宝岛成为一个赞美你的海岛。阿门。弟兄姊妹，我们最后，我们不但爱台湾，我们也爱香港，我们也爱北京，爱上海，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一起。特别我们说，主啊，若是在香港、北京、上海有过去有流无辜人的血，有拜偶像，有淫乱，有悖约，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跟他们一起悔改在你面前，求你来医治，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恳求主施恩，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主啊，香港，哦，主啊，你来，哦，主啊，你来，哦，主啊，你来赦免，你来医治，哦，主啊，我们仰望你，哦，主啊，上帝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淫乱的罪，求你来赦免，哦，主啊，流无辜人的血，求你来赦免，哦，主啊，主啊，在北京，主啊，求你来，哦，主啊，恳求主你来赦免，你来赐福，主啊，你来保守，主啊，我们仰望，仰望你。就是主交在你的手中，谢谢耶稣。哦，是怜悯的，
阿爸父神，你是慈爱的神，主啊，你降下一切哦，主啊，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要为着香港，为着上海，为着北京，这是全球的华人，全球哦，口称你耶稣是主的哦，你的百姓来向你呼求，主啊，因为说呼求你名的，你必要拯救到底，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你也恢复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成为圣洁，重新的能够站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每天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有一颗悔改的心，我们愿意每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寻求你的面，主啊，呼求你的名，主啊，是因你的圣名，让我们重新成为圣洁。Amen， 主啊，是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要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是的，不仅台湾、香港，哦，北京、上海，我们所有的华人，主啊，我们不知道流了多少无辜人的血，主啊，那个淫乱的罪，我们愿意悔改，哦，主啊，那个背了盟约的罪，我们愿意悔改，主啊，拜偶像的罪，我们愿你悔改，在你的面前，在你里面有赦罪的恩典。我相信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这些徒弟的罪，好让徒弟得着医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哦，主啊，在电视机面前的祷告，你也垂听了。哦，主啊，你要赦免，你要医治，奉主的名，阿门。